绍一下丽蓉队的这两位。首先介绍丽蓉队的这位漂亮的女孩子，她是呢在军艺啊学习的这个表演系毕业的。哇哦，她除了这个表演非常出色以外呢，哎，这个歌唱的特别好，曾经出过单曲《学爱》《一心为了你》，最近刚刚跟胡军、孙俪联手出演了刘镇伟导演的那一个《机器侠》，有没有去看？他就是我们新生代的影视演员甘薇，欢迎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甘薇。然后今天呢，嗷嗷激动，来到这个明星站起来这个大舞台上，心情老激动了，老高兴了。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个队，喜欢我，谢谢，喜欢你，欢迎甘薇。甘薇的这个名字乍一听起来就特别的喜庆，对，特别适合我们在酒桌上来进行。干杯呀、啊！是，这是干杯哦！干杯！干杯！好，接下来介绍这位非常帅气的男嘉宾。来的啊，他的这个很微妙、很有特色的眼神当中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哎，大家可以回想起来，他演了很多部的剧哦。来，有请我们这甘薇的男搭档。哎，我要考一考，考一考，考一考，来。哎呦，都喊出来了，听到没有？我还要王喜了是吧？但是我手里面的题板上呢，王喜出演了很多部的剧，但是里面王喜来答一下，在这个剧中分别是什么样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来，王喜，你在《烈火雄心》当中是什么角色？在《烈火一》里面我是乐天佑，《烈火二》里面我是纪德田，《烈火三》我是钟有成。哎，那最《烈火》当中最特色的、最特色的动作、招牌动作，你秀一下，好不好？怎样？这样烧到了是吧？好，《珠光宝气寻秦记》哦，《寻秦记》我有看过，里面王喜的一个表现非常的好，《寻秦记》中出演了什么呢？一个太监。你夸人家表现吧。喂，这个太监就不要演了吧，好吧？风云还有《刑事情报科》，《刑事情报科》里面出演了。我的角色叫钟信。哎，标志性的动作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那你觉得王喜最标志性的动作是什么？很酷哎！太酷了！好嘞，王喜对他自己所演的这个角色呢，真都是非常的熟络。其实呢，他对于这个搞笑啊，还对于其他的一些表演呢，也真是非常的优秀。希望今天王喜能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出色的表现。我们掌声欢迎王喜。好，来，谢谢。王喜，掌声！让王喜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哦，好好。打招呼，太可爱了。哎，那个王喜还有个片儿，你们没给介绍。什么呢？亮剑嘛。嗯。亮剑他参加第6集有他。真的吗？啊，他一出来，李云龙帮一枪打死了。讨厌。喂。这明显是嫉妒的表现。